下面我把万圣苗的二路第一段第一节演练一下。 下面分解讲一下，预备式，两脚并拢，两腿直立，左手握刀，两臂下垂，演示前方，预备式。 抱刀亮掌，两臂屈肘上抬，同时脸向左转，右手向前方上举至头顶，亮掌。再做一次。 这个要点要求，去肘和转头要动作一致，亮掌和转头要一致，均衡饱满。上步推刀，右手右脚。 向右挪动一步，左手上抬，右手正握刀，换把接刀，左手扶住刀背，向前上一步推刀，然后右轮。 转身立身抛刀，利用小臂的力量，刀上抬，向刀向上空抛出，同时反手接刀，弓步刺刀。当右手反手接到刀以后，把右膝提起，左手。 放于右握刀的右手上，然后向前方刺去。下面把一段一节再演练一次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下面把一段。 第二小节演练一下，转身刨刀，并步，正脚踢刀，并步举刀。 侧身推刀，空中万花刀，弓步长刀，一、二、三。 四、五，转身刨刀，身体直立向左方移动，身体左转，右腿提起，然后利用小臂的力量将刀向上方刨去，利用起身的惯性。
然后迅速，本来是反手刀，要变成正手接刀，变成正手接刀，并步正脚推刀，在脚抬起的时候，左腿微微弯曲，左掌前推，然后右手握刀，手臂弯曲。 然后正脚的同时，将刀向前方用力推去，并步举刀。举刀的时候，刀要上抬有力，上刺。退步劈刀，向右腿向后一步，然后刀。 向下劈，左腿再后撤一步，右腿再撤一步，翻身推刀，身体向右旋转，右手握刀，左手扶刀背向前推刀，空中乱花刀，身体继续右转。 右腿后撤，右手单手持刀，空中舞一个万花，弓步长刀，右腿抬起，向右前方迈出，呈弓步，刀提着身后向前，左掌向前推去，掩饰前方，右转身抛刀。 抛刀的时候，两腿直立，身体向左移动，然后右腿向前并步，利用起身的惯性，将刀利用右臂小臂的力量向刀向上方抛出，然后迅速正手接刀。本来呢是反手握刀，现在变成正手握刀。 并步正脚推刀，正脚的时候，左腿膝盖微微弯曲，右腿弹起，左掌前伸，正脚的同时将刀用力向前方推去，并步举刀，举刀的时候要有力向上刺。 步劈刀，一步右腿后退，左手上撩，左腿后退，刀前劈，刀后撩，转身推刀，左腿向前，左手扶住刀背，向用力向前推去。 身体继续右转，空中万花刀，向前方360度，弓步长刀，右腿提起，向右前方迈一步，呈弓步，右手持刀，长以身后，左手变掌向前方用力推去，掩饰前方。 下面演练一下第一段第三节。下面把第一段第三节讲解一下。 弓步劈刀。 右脚向左脚向右脚并步，双手握刀，高高举起，左脚向前一步呈左弓步，双手握刀向前方劈去。
前刺刀，起身前刺刀，右腿提起，脚尖落地，身体前倾，双手正握刀向前猛刺，提膝搓柄，刀刃向上翻起，刀身向后撩起，撩直右肩，扛以刀背扛右肩上，踢左膝，身体扛刀的时候身体右转，提膝搓柄的时候可以向左方猛转，刀柄向前猛烈向前搓出，下面把第一段第十节演练一下。现在把第十节讲解一下。踢膝举刀，举刀的时候双手握刀，刀柄向上，两眼看刀柄，下面弓步劈刀，左腿向前一步撑左弓步，刀用力向上，由上而下劈去，钉步带刀，弓步前刺刀，拉刺刀，后拉，右腿向前，左腿向前刺刀，右腿向前，刀向后拉，左腿向前刺刀。前跳劈刀，右腿向前向上跳起，右手单手握刀，空中向前万花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，钉步带刀，上步刺刀，拉刺拉刺刀，上右步左腿起跳，右手单手握刀，空中前挽花，刺刀，弓步刺刀，后拉，上右腿，上左腿前刺，上右腿后拉前刺，右腿蹬地，左腿起跳，右手空中挽花跳，前跳劈刀，后仰举刀，马步砍刀，弓步砍刀，马步拉刀，跳步切刀，提膝刺刀，后仰举刀，弓步砍刀，马步拉刀，跳步切刀，提膝刺刀。下面我把动作讲解一下。后仰举刀，双手将刀高高举过头顶，两眼看住刀柄，弓步砍刀，右脚向前一步呈右弓步，刀是右上向左下砍去，
马步拉刀，拉刀的时候，右手握刀旁的部位要向后猛地带，左手向前推刀转，要有力。跳步切刀，两脚变换，用力切下去。提膝刺刀，刀尖向下刺去。下面把第二段第一节演练一下。下面讲解一下弓步劈刀，双手将刀举过头顶，左腿向前一步呈左弓步，刀双手握刀向前劈下，右撩刀，刀前刺以后，刀刃后转，后撩。刀刃上转后撩，右撩，跳劈刀，身体重心后移，双脚跳起，腾空，前腿后移，后腿前移，刀背后磕，然后刀刃前劈，跳下来。跳劈刀要求撩刀，右撩刀要求身体贴住身体，前撩上刺，跳的时候一定要动作迅猛有力。下面我把第二段第二节演练一下。下面我把动作讲解一下。点步奔刀，
点部的时候要求双手正握刀，点刀的时候刀的立点在刀尖，一定要用力。正脚的时候要和点刀步调一致。根部奔刀，奔刀，右手后带，左手前推，利用刀柄杠杆的力量将刀背绷起来，腿呢要根部，立身举刀，身体直立，双手将刀高高举起，上步砍刀。砍刀的时候，两腿要向前平移半步，双手握刀，自右上向左下横劈，摊腿劈刀，右腿向前方摊踢，双手将刀举起，自左上向右下劈刀。立身举刀，立身举刀的时候要求身体向左旋转，这个动作要求速度比较快。弓步劈刀，身体举刀时候一定要停住，然后左腿前进一步劈下，三、四、五。下面把第二段第三节演练一下。下面我把这个动作讲解一下。根部翻刀，右腿前移，双手握刀，刀刃上翻，左腿停于右腿旁钉部，上步刺刀，双手握刀用力前刺，转身劈刀，右腿后撤，身体右转，刀后挥，上举前劈，提膝亮掌，掌推出侧要有力，刀上举，前刺后撤，挥刀有力，前劈提膝，一二三
刺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下面把第三段第一节演练一下。转身劈刀，跳劈，左脚落地，右手持刀，刀背指前向后挂刀，右脚上前，双手握刀，然后跳身轮劈。轮劈的时候要求身体向高向前跳劈，转身上抬刀，右手换把，反手握刀，左手握刀柄，上抬，下刺刀，左腿后移，下刺刀的时候，刺刀和左腿后移，动作要保持一致。一。二、三，劈刀以后要换把，换把的时候右手松开，然后反手握刀，小拇指对准刀的护手，然后上抬，左手松开，将左手手心握于刀转，然后上抬。下面我把第三段第二节演练一下。下面我把动作讲解一下。上步撩刀，现在是双手反握刀，身体左转，利用左转的力量，双手握刀向上抬刀，有含义。然后右手松开，左手握刀柄，右手换手正握刀，在面身前撩刀上步，身前撩刀上步，
退步拉刀，左腿左移，右腿呈点步，退步刺刀，退步刺刀，退步拉刀，歇步按刀，翻身压刀，上步撩刀。 换把，上步，撩，拉刀，刺刀，退步拉刀，歇步按刀，弓步按刀，上步撩刀，撩刀的时候身体向左方向运转，双手反握刀，当刀到头顶的时候，右手松开。 变成正握把，上右步，再上左步，一个万花，然后开始刀向右方撩去，定步，退步拉刀，哎，左移，右手持刀，刀刃上翻，后拉，退步刺刀。 刀前刺，呈弓步，退步拉刀，双手握刀，刀刃向上翻，身体右转，呈钉步，歇步按刀，身体右转，刀前劈，万花上左步，刀按下。 转身压刀，转身的时候身体向右旋转，刀上举，脸上扬，一定要注意这个环节，脸一定要上扬，翻身，刀身下压，翻转，刀身翻转，下压，刀身翻转。 下面把动作讲解一下。并步举刀，弓步劈刀，提起此刀。并步举刀，左腿前移，右脚并立，双手将刀举过头顶。弓步劈刀，右脚前抬呈。 左弓步，左脚前抬呈左弓步，踢膝持刀，身体右转，刀身向后旋转一圈，刀身从面部旋转，右腿后撤，刀背后磕。 踢膝，甩头，并步劈刀，左腀前移，和右腿并立，双手将刀高高举过头顶，左脚前进一步，马步劈刀，呈左弓步，踢膝持刀，身体向右旋转。 刀尖向后，身体右旋，左腿前移，右腿后撤。
刀从面部画弧，刀背向后磕，提膝甩头，二三一二三。下面把第四段第一节演练一下。现在讲解一下行步磨刀。退步撩刀，马步劈刀。马步劈刀有双阵脚，行步抹刀，退步撩刀，马步劈刀，行步抹刀。双手重握刀，将刀支于身后，踢左腿，走行步的时候要走成一个弧形，不要走直线形，要走成一个弧形。当右脚在前的时候，刀前挥，退步撩刀，刀刃向上翻，向后撩，右腿后撤，退步撩刀，然后双手上举至头顶，马步劈刀。马步劈刀的时候要双阵脚的时候要右脚前落地，行步抹刀要走成弧线，退步撩刀，马步劈刀，行步抹刀要走成一个弧线，退步撩刀，上举马步劈刀。下面把第四段第二节演练一下。讲解一下。上步拐刀，右手松开，反握把，刀向后摆，上右步拐刀，插步下刺刀，双手刀上举，右腿前移，插步
翻身劈刀。 到当头顶的时候，右手松开，要换把，下劈，上步拐刀，身体直立，右手反变成反握把，上右步拐刀，插步下刺刀，右腿牵移，双手将刀。 上举，下插，翻身劈刀，当头刀举止头顶时，右手换把，下劈，上步拐刀，身体直立，刀尖向后，换把，上步，拐刀。 插步下刺刀，身体左转，双手将刀上举下插，翻身劈刀，身体左转，刀顺身体上举，当刀举着头顶时，右手换把成正握刀下劈。下面我把第四段。 下面我把动作讲一下。上步扎刀，身体直立，两手握刀，前扎，扎刀时要有力。转体裹脑刀，上右步，变右手单握刀。 刀向右旋转，平行旋转，上左步，裹脑，再上一步，侧一步，腾空劈刀，腾空劈刀是要求裹脑的同时跳跃劈刀。 弓步下劈刀，弓步交刀，将刀从右手将到左手，并步，抱刀亮掌，并步，抱刀收势，上步扎刀。 双手握刀，用力前刺，在刺刀的时候，右腿同时迁移一步，转身裹脑刀。现在双手变成单手握刀，刀刃口向外，上左步，侧右步裹脑。 上右步，继续向右旋转，再上左步，腾空劈刀，腾空劈刀的时候要求身体下蹬，侧右步的同时跳跃起来，挥刀，弓步劈刀。 弓步交刀，将刀交于左手。
并步抱刀，亮掌，并步抱刀，收势。我把那个弓步交刀，再演示一下。这一刀下砍的时候要用力，右手交在左手，交手左手，大拇指扣刀盘，和上次时候抱刀是一个样式。然后左腿向右腿靠拢，转头亮掌，并步抱刀，收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万胜苗刀二路已经演练完毕。万胜苗刀二路，它的风格特点就是大劈、大砍，出刀准、快、狠，动作协调、流畅。请大家演练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个风格。谢谢大家。